成功喉咙，祝你归寒。请支持二位候选人的 Pharaohs。有请二号参赛者为我哋表演浮夸。睇嚟二号参赛者嘅表现就系凶多吉少啦，不如你听下评判嘅意见先啦。唔好啦。睇睇，以下系100万嘅问题。以下边一个国旗代表特克斯和海霍斯群岛？我觉得应该唔系 A， 我都觉得唔系 A， 似系多。我读 Georgia， 我大 B。咁 B？ 睇手先。最后答案 B 系错嘅，正确答案系 A。8000大元，俾啲掌声。大家好，我是 Pharaohs 的周六，今天来采访一下，看看八州同学对于广东话文化的认识有多深，一起去看看受访同学吧。 Let's go。 哎，你们见到两位同学啊？ Hello 各位，你们声称读这件事的中文字是多深啊？哇，我这个是咕噜咕噜。错，我觉得是普罗格。哇，差9岁，不要紧，虽然两位同学错，我们再找其他同学看他们识不识。哎，你们见到两位同学了，你好啊，你是星期一做咩事？中文字啊？我覺得係呼石隔口。錯，錯得七彩。呼六隔辣。都錯，其實呢四個字應該讀做霹靂啪啦啊！如果想留意更多嘅廣東話文化小知識咧，記住留意翻呢個 Pharaohs 嘅廣東話文化周啦。拜拜。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推行富人税，請正方主辯開始你嘅發言。想问你家庭每个月赚咁多钱，但你同佢交一样嘅税，你甘心咩？